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Yonvi， 我今天会为大家介绍一个骏景园的两房单位，它实用面积594尺。骏景园是由新鸿基发展，在火炭区内的大型屋苑，共有10座，提供2504伙单位。由火炭站 C 出口步行到骏景园只需要5至7分钟左右。屋苑的基座是一个约10万尺的商场，有快餐店、酒楼、超级市场、家品店、发型屋、药房等商店，满足住客日常所需。有大型会所，设备十分齐全，提供康体设施和给小朋友耍玩的游乐场。仲有4个网球场，以及一个50米的游泳池供住客使用嘅。骏景园车位数目十分之充裕，提供超过2000个车位。除此之外，屋苑亦设有稳定班次的穿梭巴士，往来沙田新城市广场。大堂十分舒适宽敞，而且设有图书阁，提供免费的图书供住户阅读。事不宜迟，而家就一起睇下个单位啦。客饭厅十分之宽敞，客厅望出去是一个清幽的乐园，同埋火炭半山。嚟到厨房，上下都有一套橱柜，提供好多嘅储物空间，可以摆放洗衣机、雪柜等家电。第一间睡房，开质是正，可以摆放床、衣柜、书台。景观方面系望清幽嘅内园景。洗手间是名词的设计，有对流窗，非常之通风，而且有浴缸。最后我们看埋主人房啦，一样都开积十分之宽敞，可以摆衣柜、睡床同埋梳妆台。景观方面都是望火炭半山同埋内园。如果大家看完这条影片之后，对单位有兴趣想参观一下，欢迎随时联络我。多谢。